就是传统的香辣牛肉干，超级传统，超级香辣牛肉干，就没那么辣，就只是微辣，入口即化。你以后不负责这个，你不用介绍，就是我负责这个传统的，就传统的，老铁们，他用的是这个前胸肉和后胸肉是很软的，就有的你吃起来这样，入口即化，笑死，什么？可凶了！真给了啊！我以为你逗我呢，疯了吧？掉哪去了？大家拍完了没有？掉哪去了，老哥？拍完了，我下。哎呀，我无语，掉我兜里，掉兜里了，然后还站着一根线。我们俩没有，我们俩平时比现在还搞笑。拍完了，拍完我就下了。哎呀，大家多。就我所有的朋友都两单真的不够吃，老铁。我所有的朋友吧，就是跟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有点烦，因为觉得很吵。可以下四包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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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夸奖，谢谢。我对不起啊，我们等一下再关。你应该这样。我怎么教你的？他口帅，我怎么告诉他疯了吧？那我明天我怎么放心我走？我明天我走，对吧？就是别走了。找你要微信的人那么多，你应该怎么样去？那么多啊！你没发现，就是今天咱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就是两个母拉拉，那就是那不是就是两个母灵儿，那两个母灵就是想看你，那眼睛都放光，然后想过来打招呼来着，也没有打招呼吧，反正就是。有在注视你，然后我就宣示主权，我就，然后这样跨着他往前走，然后他就走了，然后还有两个女生，然后看到咱俩以后，然后我感觉就是在看你，他们就是因为我在那儿，就是我可以那个气场在那儿，因为我很凶，就是他们就不会过来要微信，但是如果我走了，你看吧，明天。明天你会咱们演练一下啊！你问我要微信，就你当那个木拉拉，就我正在走，然后哥，你是脏脏星吗？阿爸，哥，你是阿爸阿爸，不，你这阿爸，你说放了吧，阿爸，我今天怎么教你的？阿爸，你说你不要了。我不要了啊！好嘞。还有一分钟，秒杀就结束了。还有一分钟，大家要下单就赶紧下，然后要不下的话我就过了啊！就是这个牛肉干就没有了，就我们自己排队的牛肉干啊。咋啦？你这直个播天天不开心？我知道了，你再问问要吧要。哥，你知道吗？疯了吧！然后对面就会被你这样怼走，你知道吗？接着就接着拿手，然后就拿接着拿手机把咱拉。那也不会吧？就是关注的话，还是就是继续关注，不要拉黑吧？就是啊，凭什么？你怼走人家，人家还不拉黑咱？疯了吧！我就说一个疯了吧，你就拉黑了。结束了吧？秒杀应该结束了。你关了吧。默默下牛肉干吧，不要上牛肉干了，就是 over。我明天就是，谢谢元旦女孩，疯了吧，元旦女孩，谢谢你的爱心盒子，元旦女孩，天哪，带货都有礼物收，疯了吧，你真好。我明天我就要过自己的就是独居生活了，就是我在想呢，我明天就是要住一个什么样的hotel。谢谢修行，谢谢。啊，疯了吧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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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行。
秦归啊，脏脏微信多少？天哪，疯了吧？是这样吗？对，疯了吧？就是直接拒绝他。麻烦你帮我把大。你俩谁是老头？嗯，从哪个方面讲呢？宝，从哪个方面讲？你说呢？我们晚上睡一个床吗？你疯了吧？我的亲闺女，芦荟胶的秒杀结束了吗？再上一下秒杀吧，上一下，上一下，就我们今天就是搞到底，行不行？我们搞到底，大家没整的就赶紧整。买东西可以送星星吗？你觉得呢？脏脏最潮卖。我最近在学游泳嘛，不是，然后教练说我腰力不行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你去问星星我的腰力行不行？他就说我腰，他说我这个腰没有，就是还得再练练，这个劲儿不行。我说你去问我，我就想让他直接去问星星。就有时候就是根本就是不需要腰力。就是很行，就很无语，光明正大的说我腰力不行。牛肉干是一包吗？不是的，牛肉干和鸡爪都是两袋装。牛肉干是只能选择香辣的，因为我们没上那个原味的，原味的不好吃，稍微带着一点辣味好吃。然后鸡爪可以选香辣或者是无香的。牛肉干是两包，两包。上高速，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夏天到了，这个芦荟胶是必备的，而且趁着这个我们搞秒杀138，就是芦荟胶的晒后修复能力是很好的，就无论你啊什么，你们真的很厉害。哎呀！救命！哪方面？就是这种就是性功能方面很厉害。哎呦！你滚了你！你赶紧的吧你！快点做惩罚！行，来吧。怎么搞？对面的小伙伴可以截屏了。啊，这是要露出来的吗？废话，当然要露出来。不会被封吗？可是我是一个公会啊，不会啊，除非你们俩在那个地方基本停不下来会被封。对，就是一口不会的，一口然后你就跑掉就可以了。哦，然后明天的微博热搜就是，真的不要紧吗？不要紧的，来给他展示一个。啊，我不想看，没有人想看了。我们来吧，就一下，谁亲谁啊？你们俩不亲，不亲啊！我们要嘴炮啊！被警告了，被警告了，为什么？我被警告了啊！被警告了吗？那算了，那算了，那就一个在屏幕外面吧，一个在屏幕外面，但是我要听到声。好，我操，要很响那种。好了，听见没？没有。没有，你不要讲话，你就能听见。我感觉像你在亲自己的手。我感觉像我真的，我把手。你在亲自己的手，你太赖皮了。发誓。好，真的。可以。我们帅哥从来不说谎。但是我们刚警告的是污秽言论。不会，他说我丑啊，峰哥。怪小吴他毒。你刚刚他说的什么功能什么的，你不揍他？哦，他说我低俗。污秽言论，有点低俗，有一点低俗了。什么就低俗？有点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太严了。哎，你俩最近忙？我俩最近其实还好，没啥活。小吴，峰哥，你说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哈。不是，后挂的是猪。
他可开心了他。我感觉小吴峰哥就好像咱们一开始 PK 的咱俩，然后就老是被欺负。没有啊，他们直播很久了，他们也只是平时也是不怎么直播吧，因为每次一直播很多人都说峰哥，然后峰哥生气就不播。说峰哥干嘛？峰哥人真的很 nice， 峰哥人真的很 nice。不是，他们说他们俩是夕阳恋呀，峰哥就生气，都说峰哥是老头，然后峰哥告诉我说他不开心，然后他们就峰哥确实有点老头，就是他不接受美颜相机。然后妈妈是点赞把关注点没了吗？舒心女士，都八级粉丝灯牌了。疯老头，但是现在好像好多了吧？已经哎呀，峰哥来了，峰哥真的很不错，峰哥就是原相机真的很 nice， 真的很不错，峰哥。嗯，让我们跳过这个话题。哎呦，小吴这边上人了，哎，今天都没有上播，没有人上播。那我们继续跟小吴连吧，就是连着玩呗。玩什么呀？他那么黄，他都被那个提醒了。你连他可不能，对呀，可不能连累咱。连着连着，一会儿把咱俩给送去度假了。那赶紧的，给